好吃吗？嗯，这可我奶自己磨的，里边有核桃、大枣，还特意交代我要给孙媳妇儿。看来我是白操心了，你这趟回家也没挨骂吧？还以为你们温家的家风多严明。隔壁亲戚怎么懂？我从小就很乖巧的，爷爷奶奶最宠我。有谢谢奶奶，我有口福了。 喜欢你就多吃点。总觉得你这个头发颜色怪怪的。我特意染的好不好？很贵的。还经常掉头发。每次去完我家，你走了以后，地上全是你的头发。我还以为让一让黑化了。你才是狗呢！哎，别动。嗯，别动。 我们所代理你的案子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们马上就是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了，你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不要让我违反我的职业操守。这么麻烦？那案子过后就没问题了吧？过后就更不一定了。 当事人过时可能就不一定把他当个人了。那法律真的规定，律师不能跟当事人谈恋爱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6章第6条规定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之便于当事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，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情节严重者停止执业3个月。 这样啊，嗯，佟大律师，刚才那条法律法规是你自己编的吧？欺负无知群众是不是？对呀，就是欺负你不懂法。 兄弟，刚跟院领导开完会，你得空给我回个电话吧。我再给你盛一碗吧，我家还有呢，你等我一下。 你说这本来就是我的病人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也不是为你才动手的。严主任说让你回头来趟医院，具体情况他跟你细说。知道了。那会上提我复职的事了吗？没说，暂时先解决眼下的问题。好，我知道了。 怎么了？这么馋，一下也等不起啊？
我明天就去律所协调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